秀林乡同门村部落聚会所因为年久失修，屋顶上的瓦片有剥落情形，经常会掉下来砸伤到人。为了维护村民们使用公共空间的安全，秀林乡公所今年会进行修缮，保障民众的安全。秀林乡同门部落聚会所是专门办理传统祭仪、部落说明会以及各项活动事宜的好地方。由于部落聚会所年久失修，屋顶的瓦片已经开始有剥落的情况发生了，影响到村民的安全。同门村人一清闲并且向秀林乡公所反映，来解决地方的问题。差不多好几个月了哈，我们也要求我们公所，公所也在编这个预算，可能最近的他们会包商来把这个物品能够弄好啊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当然说我们要靠乡公所了，因为这个瓦片是过去是公所的一个工作啊，所以呢，希望公所早一点把这个物品能够弄好，让我们整个部落的活动能够在这里啊，非常的平安啊，办这样的一个活动。秀林乡农委会表示，对同盟部落聚会所修缮屋顶的事已经展开办理专案来处理，同时近期也会进行展开修缮的工作，也请村民们能够体谅，在维护期间能够先不要前往同盟部落聚会所来办理各项活动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。记得中央新闻报道。